大家好，我是 Sherry Yellow Wedding 的 Bernard。 很多谢 Wedding Magazine 今年颁了星级婚礼摄影最佳艺术风格奖给我。在这里我首先想多谢一直支持我们的客人，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可以帮大家拍好的照片、好的影片。另外我也想多谢一下卢浮宫高的摄影师和 Video Man， 即是我的 partner。 如果没有你们努力的工作，其实我们都不能够成功的。香港的婚礼非常之繁忙，我们作为摄影师是需要帮客人去平衡流程和影像的时间，所以 Sherry Yellow Wedding 是会帮客人去准备当日婚礼的 rundown。 我们会跟客人开会，跟他们去谈究竟怎样才有足够的时间，是第一令到时间是不会迟，还有另外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我们的摄影的。我相信每一个婚礼其实都是独特的，所以在我们的摄影里面，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要怎样帮新人去保留一些他自己的元素在里面。那怎样 去保留自己的元素在里面呢？就是譬如当每一个流程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必须新人一定要怎样去做怎样的企位，那我们反而会说 OK， 你现在大概要做的事是怎样，然后我们可以给新人一些的自由的发展空间，去令到件事是较为属于他多一点的。但是在同一个时间，也都保留那个流程是有发生过的。